Hello，大家好，又到咗今日逢星期一嘅 live 啊，唔系8就9嘅 live。好啦，呢排都系九啊。Hello，Sammy，Hello Apple，Hello Bang Bang，Hello Sandy，Hello。好多谢你哋今日嚟睇我嘅 live 啊。咁呢，就 Hello 明哥，咁呢，就唔讲咁多嘢住，唱翻首歌先。今日又系用同以往一样啦。揀咗某幾首歌嚟去係自己唱嘅，咁如果大家想點歌嘅話呢，依然都係喺翻comment 嗰度同我點呢，咁我就會見到噶啦。多謝你哋，好，開始今日嘅第一首歌先。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痕迹。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都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掌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想改写你我命运。任天塌下亦前行，哪怕你说我天真。你长脸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花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一首就系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一听到我把声，心情好好多，系咪呢？你本身有啲咩事啊？如果系咁嘅话，
诶，咁咧就讲一样好紧要嘅嘢先，咁就系大家咧，最紧要咧就系麻烦你哋啦，帮手啦，去 like 我呢个嘅 live 啦，同埋 comment 啦，同埋 share，系啦，share 俾你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啦，或者你喜欢嘅话咧，我系唔介意你哋去 share 去某一啲 page 度嘅，系啦，多谢你哋，咁咧就希望可以多啲人睇我呢个 live 啦，咁继续可以唱到啲好歌俾大家听，多谢你哋，好啦，咁都多谢你哋嘅即系选择。都系嗰句啦，又系攞时间嚟去听我嘅 live 啦，好多谢你哋。右手手指公伤咗，打字好慢。你试下用食指打，嘟嘟嘟嘟咁样都得嘅。咁啊，不过最紧要你 take care 啦。我食咗饭未？我食咗少少嘢噶啦，你就食饱饱咁样去坐定听我唱歌。好多谢。黄色大门，我等人可以试下，我未试过。今日把声仍然系咁正，多谢。第一首歌已经好正，你哋好似几中意呢首噃？系啦，暴龙哥都有唱过嘅，爱是最大权力。又到心灵音乐时间，多谢你啊，Nancy。今日咩？每次见到又型又靓，多谢 ，Thank you。弹翻琴，系啊，咁琴下又吉他下都好嘅，系咯。好啊，大家可以点多啲歌啊。好，CLS 咗，咩叫 CLS 咧？咁咧就 C 即系 comment like。即系 L 啊，S 就即系 share，系啦，咁就即系 CLS 啊，多谢你哋。好，咁啊，唔好停啦，快啲唱第二首歌啦。牛仔褛好少着，其实系啊，都唔系话真系成日着牛仔褛嘅，但系前日去咗个 show，跟住着咗，跟住我心谂，今日都有啲想着，咁咪有着咯。不过呢件系第二件嚟嘅，唔系嗰一个件嚟。已分享，好多谢你 YK，汤。MY，Mike，Hello，黎依静你好，Winnie 张约定，好耐冇唱过，好，但系我今日咧拣咗一啲歌同大家唱嘅，咁咧就希望大家中意啦。呢首好似有一排冇唱过，我都想唱，见到有人点嘅呢首系，咁系啊，你哋嘅点歌咧，其实我会处理会去理会噶，系啦，唔使惊，我就叫你点歌，原来唔睇嘅，唔系。我会睇嘅，但系我会拣嚟唱啦。咁睇下识唔识唱啦，唔识唱嘅有机会咧就会可以去学嘅，因为我唔系首首歌都识噶嘛。叫咗朋友嚟听，多谢你啊，Wendy。好啦，第二首歌，今日第二首歌。心中想与你。
天空里，秉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好，呢首就是陈百强的《有了你》，咁咧就好舒服，好舒服的一首歌，会唔会静得滞？但唔系嘅，静有静的好听嘅，静的歌咧，其实都可以很丰富，睇下点样处理嘅啫。好，太快乐，隔咗一日又见到我，系啊，星期六我哋先见完，咁就即系隔咗一个星期日啦，咁又到星期一的 live 啦。啱啱系咪话有？有位的听众呢叫了朋友来听，那希望不要令到你的朋友失望啦。Judas 温柔的眼神望纸，那你都知道我望紧纸，是我的 iPad 在前面，我也看歌词。唱这首唱得很舒服 ,Thank you。但是开着扩音机好正，扩音机得的，是啊，那另外呢耳机都得的，其实耳机听一定会好一点，因为 我这个琴呢其实落咗好多嘅 effect 啊，同埋嗰啲叫做 synth 咁咧，就其實係大家可以用耳機嚟去細味一下嘅，係啊，因為呢個琴咧唔係淨係得琴噶，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咁啊啱啱嗰隻聲就係咁啦。如果用耳機聽咧，你會聽到啲聲喺兩邊走，俾你聽多次。系啦，咁点解会咁咧？就系、是、教出嚟嘅呢啲效果，咁啊想大家觉得好听啲啦。咁另外咧，其实系用咗三只声喺埋一齐嘅，咁我可以逐样拆开俾大家听，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啦？就俾大家听下我个琴其实做紧乜嘢啦。其实啱啱个声咧系三个声夹埋一齐，加咗少少嘅教 EQ 啊，即系所谓嘅，俾你听下。第一个声普通嘅琴啦，好，第二个声。就是这个声音里面走，跟住仲有这个高了一个八度的，我特登教，那我夹埋你就是这样的、那个声音。如果没了其中一种声音就是这样。这里就是没了其中一种声音，计埋就是这样。我特登想教多啲好声俾大家听啦，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好中意嘅声，觉得好多歌都比较啱听咯，好正噶，系啊，好睇下先啊，咦，开始有啲点歌咯，永不失联的爱咧，我见到咧有人点咗好耐噶啦，咁我其实识唱少少，咁我就照唱少少啦，其实我唔系真系好识，但我可以照试嘅。我又作曲咯，最多好冇？揾下个 key 先。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信息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身旁人不由得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是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尽头就是星辰的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再难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尽头就是星辰的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我们最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再难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这首就是周庆哲的《永不失恋的爱》，咁啊，点咗好多次，好多人，咁所以就照唱啦。我唔系真系好熟呢首歌，哈哈。睇下先，好期待我作曲，哈哈，我唔知有冇作咗。其实啱啱可能有啩，因为我唔系真系好熟呢首歌，我唔连自己有冇错咗啱咗都唔知。个回音好正，同埋好丰富，多谢你啊 ，Randy Ran。睇下先，我嘅嘢所有都有兴趣。OK。Pat 幾好話 Amy 好，咦你哋同姓嘅喎，即係唔係女性啊，係你哋個姓氏，次次都叫你嚟聽，好啊，多謝你撐場啊，希望冇令你失望啊，超好聽 ，OK， 睇下先，今日有位病人見過我喺駱駝七大廈做表演，哦、啊，有試過咩？幾時啊？你會唔會認錯咗人啊？死啦，冇乜印象有去過，或者係咪好耐之前啊？话我唱歌好听，好有感触，好有感觉，多谢你啊 ，Fifi 啊！如果你可以嘅话，帮我多谢翻呢位嘅病人啦。好靓嘅琴声，加埋 Judas 温柔嘅靓声，点顶都顶到嘅。你哋要顶啊，要听耐少少啊，唔好走开啊。多谢你哋先啦、啊。好咁咧，我今日其实另外拣咗首歌，好想唱。咁我咧咪话咧，近排咧都好想唱忆年嘅歌嘅。咁咧就揀咗呢首，都係有人點嘅歌嚟嘅，首彈個前奏，你就知咩歌嚟噶啦。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相信的事我总记得在哪里。我们毫不犹豫，我们身不由己，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们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日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好，呢首就系忆年嘅，至少还我哋，差啲讲咗我只在乎你添，咩事？听完 Judas 靓声，今晚瞓得好甜，咁啊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就多啲去重温啦。咁就慢慢都好好瞓啦。唔知 Judas 掌心有冇痣？冇。咁有啲咩咧？我掌心有啲嗰啲线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不知道看清不清楚。那呢就是都其实我不懂看掌，所以不用说。继续看看你们的 comment 先。挑战破晓啊，都可以有试下咯，没什么所谓。但 我自己好像没试过弹唱，定是有没有试过，我忘记了，好少。但我的果语是冷胎冷，你有没有想过屁蛹会不会明白什么是冷胎冷呢？好搞笑。
呢首歌系琴有 feel 啲，冇错，啱嘅，啱嘅。今日多咗国语歌，好啱配用，冇错，冇错。仲有噶，其实我仲拣咗啲国语歌噶，希望大家中意啦。有啲大家未必识噶，但系我好想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睇下先啊。Judas 有冇点播金额系咩嚟噶？死啦，我唔识添，有没有点播金额？One talk about that 唔识喎，咩嚟噶？唔知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打赏嘅话，就即系欣赏。如果真系欣赏我去想去随心打赏嘅话咧，可以隔篱嘅 pay me 下边中间转数快同埋最下边 Alipay 嘅曲系啦。我唔知咩叫点播金额，唔好意思。好，好动听，谢谢。好啦，讲粗口冇话。好听，多谢 Terry。小小壁虎 是你的朋友，我知的。好，跟住呢，都是普通话歌嚟嘅，好舒服嘅一首歌。我其实觉得吉他就好啱嗰个好轻松嘅感觉，但如果你讲话好冧嘅话咧，呢首歌琴系真系正嘅，唔知道大家识唔识？比较新少少嘅，叫做《心愿便利贴》。唔識嘅話就等我同大家去推介呢首歌啦，好好聽，好 sweet， 好開心嘅一首歌。通通应验，你和我。
信念也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呢首就系叫做《心愿便利贴》，咁就系一首台湾剧嘅歌嚟嘅。咁咧，应该大家识嗰首台湾剧叫做《注定喜欢你》，系咪咧？注定爱上你啊？定系唔系？喂，《注定喜欢你》系我自己嗰个歌名嚟，《命中注定我爱你》系啦，记错晒个名添，救命！呢啲方法咪醒咯，乘机 sell 下自己首歌。系啦，我有首歌叫《注定喜欢你》，都好 sweet 噶。次次睇完 live 都瞓唔着，唔系嘛？今日好辛苦，睇下先。记翻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喺西九龙中心见到阮经天真人，咦？佢嚟咗香港，即系 event 啊，系咪啊？定系做佢做啲咩啊？喺度？定系你纯粹撞到佢嚟旅行呢？好，睇下先。天黑黑都得。双子座流星雨，系我系双子座，流星雨。Song of Music， 唔识呢首，唔好意思，可唔可以点第二首歌啊 ？So sweet， 冇错 ，so sweet 嘅呢首真系。咦，大家开始点啲 sweet 嘅歌，相依为命啊。仲有啲咩咧？睇下先，命中注定我哋，哦，系啊，个剧名。系啊，大家记得用耳机听啊，多谢你啊 ，Cindy，Cindy Chu 去提大家，用耳机听咧系会正好多嘅。咁咧就好多谢今日入嚟睇我嘅观众啦，系希望你哋可以听到啲，唔好走啦，因为我系开始咗冇几耐，我九点左右开始，而家几点啊？唱咗七个字左右，但系咁当然中间会讲下嘢啦，即系咪七个字唱足嘅，系啦，咁我就做，所以仲会唱多一阵嘅，希望你哋可以听耐少少啦，多谢你哋，我唱特别甜啊！好，睇下先啦，唱啦，唱咩啊？叫我唱咩？系咪 Judas？Judas 同 Judas， 天变地变情不变，俾三个最相关嘅人听。天变地变情不变都系好 sweet 嘅歌，但系我想试下，我好耐冇唱过，我试下先。天变地变情不变。咦？呢个声好似几好喎。饮啖水先，我就开始呢首歌啦。之前都见到有人点过嘅，但系冇唱过，好似冇。试下先。
已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明日会点。失进退，明日会点？但愿仍然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根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意，纵使天崩天下，爱意未可改变。呢首系叫做《天变地变情不变》，应该本身系我听就听 Jun Lee 嘅版本先嘅，但系我见就原唱咧系学友嘅，系啦，《天变地变情不变》好似冇唱过，大家中唔中意咧？睇下先，诶，哇，好多点歌开始，喂，睇清楚啲先，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出问题吧？我想，好。阿啲皮尔打上，多谢你，小斯蒂亚。手忙啊，大家识唔识噶？最近学吴哥胡歌过这首歌粤语好难。等我谂下先。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在一起庆祝正日？哦，啲咬字啊，正日难到 N 音 B 的音。难度是、很有难度啊，真系很有难度，难道很有难度？睇下先，飞花哇，好耐冇唱过呢首，都可以考虑下喎，好正，好舒服嘅飞花。绵绵头上飞花，今日迟咗起身，诶、哎，唔使 sorry 噶 ，Teresa 帮唔使噶。你会入嚟，我已经好开心噶。其实你哋即系咁多位观众喺度一路咁样听我唔走，我已经好开心噶。即系唔好话几时入嚟啊，觉得迟咗冇所谓噶，你哋可以听重温噶。多谢你哋就真啦，系啊，冇所谓噶。味道识唔识啊？识少少可以试下。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想念你的自我自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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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唔系好熟，但系可以有少少。我有一样嘢咧，好想玩添，忽然间咁咧。话说咧，我近排咧就对有一套嘅 TVB 剧有啲兴趣啦。咁啊，好耐之前嘅，好想试下弹，我未试过，但系献丑啦，唔知弹得好唔好？用咩声嚟弹咧？等我试下先，大家俾啲时间我玩下先。咁啊，大家想唔想知我平时练歌或者系做啲咩嘅咧？我练歌咧就唔系真系系咁唱歌嘅，我都会练下琴嘅。咁我就试下，我未弹过噶嗱呢首我弹少少俾大家听，可能大家知系咩嚟噶。
聽，但係其實我冇好特登去記住個 melody， 但係聽聽下就有記得。係啦，係啦，誒、欸，有人講到係乜嘢劇嚟啦？咁咧，佢唔係一首歌嚟嘅，佢係一個純音樂嚟嘅啫。但係咧，我想好想試下用啲個琴嘅聲嚟試下，睇下玩唔玩到類近嘅嘢。但係佢係 saxophone 嚟嘅，但係好似冇。我試下用小提琴先，睇下先。String 边个系 string 咧？咦，唔系你嘅喎，咁诶好得意嘅，好多声啊 ！String 呢个会唔会似样啲咧？试下先。啲聲唔得，玩完啦，好多谢大家肯陪我咁无聊啊！中意听我弹琴啊？其实有好多纯都好好听嘅，可以如果可以弹到多啲俾大家听就好啦。但我好多都即系霎时间醒唔起咯。呢个系我近排有睇嘅，所以我先会醒起一号皇庭啊！睇下先，把声甜成咁啊！边个又搭晒糖啦？边个？又是那个。好，谢谢加我，不用谢啊，很小的事情来的啊。我又入嚟听啊，唔见你嘅 ,Betty Wu, 而家召唤 Ada Ho 喎。Ada Ho 唔喺度啊？哦，我知道佢唔喺度，原来佢唔喺度。睇下先，先减后唱。如果唔系，你就会翻煎咩？越翻煎越开心，就越哦，减肥真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好少电视剧冇主题曲，但系呢个真系经典。系啊，呢个好经典之余咧，系你一听咧就会知道佢系咩歌嚟咯。所以我觉得系真系超级唔错嘅。妙手人心啊，妙手人心系点噶？等我谂下先。我惊我唔系好记得，但系我可以试下。太小個嗰陣睇呢套嘢，淨係記得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咯，係咁呢個都係好 signature 啦，但係真係唔記得睇嗰陣太小個，因為王庭其實冇睇過嘅細個嗰陣，因為真係太小個啦嗰陣，所以我佢好似做最尾嗰輯，我先啱啱出世，所以就冇真係冇印象，係啦。套劇同啲配樂都好正，係《尋秦記》都得，《尋秦記》啊，咁咧《尋秦記》咧其實係有一個。有一個爛 gag 嘅，我曾經其實究竟係我自己作定我聽過都唔記得。咁咧就係、是、有睇《尋秦記》嘅人咧就會知道咧呢、這個香港邊一個男仔係最高的？邊個咧？就係、是、洪天明啦，因為天明最高咁樣，好無聊。我唔知係我自己作啊定我聽過定係咩？總之我有個咁嘅印象啊。好，
睇下先，可唔可以点唱俾阿毛为佢打气？咁大家想点咩歌呢？系啦，可以嘅，冇问题。但系话俾我知你哋想我唱乜嘢歌，识唱嘅就可以唱。咁啊，都希望佢真系可以好好地啦，因为真系好大件事嚟嘅。其实系我觉得系，其实见到条片嗰阵觉得好唔开心，好唔舒服。佢只系一个好中意跳舞、好有热诚嘅一位表演者，但系遇上呢啲咁不幸嘅意外，系其实。是我觉得不应该或者不值得，是很想听梦中的婚礼、啊、是原来他病了、哦、Ada 不舒服要休息，好啊，那他休息多一点了、那我等点歌啦，告诉我点什么歌啦，阿毛那里，跟着另外大家都可以 keep 住点歌的梦中的婚礼嘛，是不是试一下先，很久没弹过、啊点样弹，即系佢个原版。其实我而家系现场即刻执出嚟嘅啫。我唔记得咗佢嗰个，即系最佢 classic 歌嚟噶嘛。其实佢系即系有一个一定嘅弹法嘅，你系要跟足佢个谱嚟弹嘅。但我唔记得咗，跟住现场执出嚟，唔记得啦，真系系啦，弹少少啦，因为太耐冇弹过呢首。睇下先，祝福啊，系咪叶倩文嗰首可以？定系讲紧张学友嗰首，睇下先，睇下先，睇下先，睇埋先。好正，好正，好中意钢琴声。我成日喺酒店经常性听钢琴声嘅静音乐。嗯，我都觉得系好好嘅，好技术。系咪讲紧啱啱嗰首《梦中的婚礼》唔好啦，弹唔到原版。边首祝福啊？究竟系张学友啊，定系叶倩文嗰首？等你哋答我，然后我就唱。两首都得。首就系叶倩文嘅，咁另外大家未答到我，究竟系边首？另外嗰首系张学友嘅。不如我两首都唱啦，好冇？我做一个 medley 啦，咁啊边首先边首后就我自己决定啦。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微着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头，等我
唱起这首歌，这一刻为这烛光能度过，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早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过去过去，多少次心暖，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同埋一首嘅喝彩三首做一个 medley 啦，咁就系啦，好似大家咁讲啦，祝福阿毛啦，将呢首歌送俾佢啦。咁其实好少唱喝彩唱到咁觉得
点样讲咧？我啲心情有啲怪怪地嘅，都但系好真心、好真心咁样唱出嚟，希望大家中意，希望可以祝福到佢啦。好，咁就唔好提及呢啲嘢啦。我哋最紧要系个心一路谂住佢会好，佢会好，吸引力法则咧，咁就会好噶啦，系啦。好，讲翻啲第二啲嘢先。咁我都记得系有人点过约定嘅今日，充满爱的 Judas， 尽量噶咋。系，好听到喊呢首咩歌？呢首叫《學彩》，咁就系陈百强嘅歌嚟嘅。好，睇下先。嗯，睇下先，睇下先。好，大家都好好啊！记住，我哋一路谂住咧，就吸引力法则就会成功噶啦。谂得要够劲先得。好，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噶，我哋可以唱第二啲。可以有第二啲嘅话题，黄色大门啊，啱啱有讲过话要试。黄色大门歌词。自己唱呢首歌唔系几好听，所以算啦，无谓献丑。破晓我记得啦，我自己弹就照试下啦。破晓歌词，我又宣传一下自己，如果大家咧喜欢我呢个网上 busking 嘅话咧，可以随心做打赏俾我，咁就喺翻隔篱嘅 PayMe 曲，转数快第二个，同埋最下边嘅 AliPay 系啦，多谢你哋。林忆莲破晓。
不听不触摸不痛楚，难看难记忆难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换不了天亦天天再不渺小，让昨天也照了，或者某月某日某宵，我倦了。人有几多天拾起人有几多次坚定地向着前，一天一清一天风雨飘，迟了迟了不了地了，他朝得到的总是少，不紧再不渺小，让昨天也照了，或者某月某日某宵，我倦了。虽也未能了，但是我的缺失没有点的动摇，或者某月某日某这首就是林忆莲的《破晓》，高音上到很厉害，之前上不到是一些失误来的，其实正常是上到的，是因为我 range 是去得到的。现在即是我都唱了整个钟都还上到，就其实不是，即对我来说不是难做到的事，但是呢即是都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心得的。那我心得就是呢，当你 去比赛的时候呢，仲要涉及埋有导师呢一回事咧，我哋会有好多好多嘅意见俾你，令到你究竟好唔好去做翻自己好咧，定系还是听佢哋嘅意见，佢哋专业嘅意见去跟住去做咧，咁就变到有啲 struggle， 即系两样嘢唔可以平衡到，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做翻自己系最舒服嘅，但系又会觉得诶佢哋夹住我，如果佢哋叫我做嘅嘢唔做，又好似好咩咁样。咁就变咗攞唔到个平衡嘅时候，就两边都唔系咁咯。即系唱歌咧，其实好得意嘅。你如果感觉到你自己想要点样唱，想要点样表现去演绎咧，其实应该完全跟随住嗰个方向，唔好有任何嘅偏差，同埋唔好冇咗个 focus。咁就其实好易听得出嘅，做一个表演，有个眼神啦、肢体嘅动作、语言啦。同埋唱出嚟嘅聲音已經好知道究竟呢一個人係咪好決心、好決定到個方向點樣唱啊？係啊，全身都係表演緊。其實唱歌唔係淨用把聲，咁所以咧，當時我比賽嗰陣咧就有少少亂咗，咁就
真係做得唔好，我自己清楚。咁但係如果你話俾多次機會我咧，可能我都係未必會做得好好，因為始終喺比賽嘅舞台上面，同埋一個真係純粹係觀眾對觀眾嘅眼光嚟去睇住我嘅舞台上面嘅我咧，係兩樣嘢嚟嘅。我覺得比賽係會多咗一啲不必要嘅壓力咯。系啦，咁唔系我承受唔起呢啲压力，但系如果你问我最中意点样唱歌嘅话咧，我最中意就系、是想自己点样做就点样做嘅，对住观众想听我嘅观众去唱咯。其实咪即系好似 live 咁样咯。所以点解话成日多谢你哋去听呢？因为你哋去听亦都系对我嚟讲系个动力嚟嘅。系啦，咁就希望我可以越做越好，大家会越嚟越满意我嘅歌声。唱歌系随心就得，系啊，咁啊最有感觉嘅。睇下先，所謂嘅導師自己唱唔到，咦？咁我又未聽過導師唱破曉呢首歌，我就都唔清楚嗰個效果會係點，因為冇噶，即係冇示範過俾我聽嘅。但係佢哋會講咁樣，比較意識意念啲咯講嘅嘢，但係技巧方面咧就都係要自己揣摩下咯。好想再聽白玫瑰啊！都可以嘅，我在新加坡漂流，系啊，你喺新加坡嗰边，咁你系长期居住喺嗰边啊？但是新加坡嘅天气好焗啊，系咪啊？心情都会变得好浮躁，好烦啊，系咪？咁啊，尽量令到自己唔好咁烦躁咯，可能真系听到啲歌咯，有用噶，有用噶。睇下先，唱得好好，多谢。Alipay 嘅 account 系乜嘢？就是那個曲那個咯，煙曲，是啦，就是那個啦。我都不知道我 account 是叫什麼，沒名字的嘛，是不是？我不知道，總之就是那個曲咯，是啦，那多謝你先。看看先啦，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可以 ,OK。看看先 ,8 月6號新光戲院有 Judas, 哎，沒錯啦，那呢就當日有一個音樂會啦，那就是要買票去看的。那如果會員的話就250元啦，非會員就280元。那呢我都知道我的 fans 小精靈他們都買了票來支持我的，多謝你們。那到時再見啦，是啦，那我們上個星期見了，今個星期又見。太好了。好，唱什麼呢？好啦，我今天唱多幾首我就完了，喉嚨有些怪怪地，呢排都系咁，唔知咪我熱氣定系咩咧？上幾次就唔知嘅，好易攰，但系今日咧又易攰，我有啲喉嚨痛咯，即系咧我都話我好成日都唔舒服，跟住我又咬到自己條脷好痛，個脷側邊佢，我仲要係瞓瞓下咬到，我都唔知點解。睇先，唔好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進咗就得，冇錯，我都係咁諗噶，係啊，我而家係咁諗噶。Alipay 有我的名字 JL, 哦，即是 Judas Law 咯，是啊，是我来的，没摆错的，放心， 那些曲全部都是我的，那曲有东东的样子很容易认，是啊。好，唱什么歌？有没有点歌？我看我自己今天我自己选的歌我唱完了先。可以点歌啊，大家。其实我有一首歌有点想唱的，但是呢就我不是很熟啊。但我觉得挺好听，不要紧，算了，我熟了先唱吧，不如。冇搞咁多嘢真系，好，睇下先。啊，我记得啦，好突然啊，忽然间，点解天黑黑嘅有人？而家呢个 live 有人点，跟住之前都有人喺 comment 度点嘅，咁我可以唱咗佢啦。等我搵个歌词先。試翻，因為佢轉咗 key， 我試一試先。
试下啦。用翻呢个 effect 啦就。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听哦哦被弄哄，听哦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是新的月，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听哦哦被弄红，听哦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却无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手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讲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听哦哦被弄红，听哦哦哦哦。好，呢首系孙燕姿嘅《天黑黑》。好，睇下先。星期六如果有兴趣去新光之前 Judas 嘅，可以喺度买飞，多谢。唔该晒，杏子。T O O 咩浪我？我不知道，应该大概是这样的音啩。声音又清又没杂音，是不是你说的支麦都挺好的，你支是叫做 SM56 Sure， 个牌子的 Sure， SHURE SM58 挺好的，这个牌子很多人都用的。我看看先，以为电话拧了、哦、为什么的，我停了在这里、啊、哦哦是啊，刚刚停了在这里，我接不回，咦那歌词去了哪呢？因为我不熟悉这首歌，我不看着歌词我唱不到，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唱到去哪里。好，台语标准，台语标准啊，是吗？我没想到啊，我
就是，就是不太肯定是哪样的发音，我就是乱来的，但是是认真的乱来。我唱肉紧啲，你会上脑啲，都几肉紧噶，算系，同埋冇乜力去肉紧啦，我唱成个钟，尽 量啦。下次可唔可以 send 多次买飞嗰条 link 出嚟？哇，系咪会嚟啊？真喐哈！如果系嘅话，就到时见你啦。多谢你，多谢支持。睇下先，逢星期六都见到咁贪心嘅，咁啱呢两个星期六见到啫。金鱼记系咪讲紧我？应该系，唔系仲有边个？Judas，你真系最做得好好，花素吸引，多谢你，不丢。白玫瑰啊，系啊系啊，白玫瑰啊，唱多首白玫瑰，跟住之后呢，再唱多首咁就完啦。睇下先，Elsa，你咁易咁样俾你个电话出去俾人噶，仲要俾埋你自己个名出嚟。白玫瑰，白玫瑰歌词。同埋唱多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见到有人点。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薰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渐回红尘俗世，苦恨过灵位。但是爱就变解体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带笑玫瑰，大致回礼，只信任。怎么两好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刺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新的丧礼，前置作废当我已经。白如白梦，恶梦被摧毁，得到的竟已非那位。白如白痛，头红尘俗世，消耗里忘世。但是爱就变解体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致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刺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新的丧礼，前事作废当我已经流逝。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刺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串玫瑰无疑新的丧礼，前事作废当我已经流逝。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
心墊底，趁你的高贵，一串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事作废当过已经流逝，下一世。这首是陈奕迅的《白玫瑰》，对，这首就是《白玫瑰》，有普通话的版本的，就是叫《红玫瑰》，不同颜色的，就是代表不同言语。看看先，嗯，《白玫瑰》这首很喜欢，好听这首，坚仔佬 ，OK。又听嘢听添，哇，好中意喎！大家，其实我唱呢首咧，有少少用咗唔系自己平时把声嚟唱，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啲、吸引啲，好似有唔同嘅感觉咁样咯。系、哦，漏咗约定、哦，约定同埋咩啊？啱啱我有冇讲过噶？啱啱系咩啊？死啦！约定白玫瑰啦，仲有冇啊？唔记得咗。Judas 有冇学过唱歌？有学过三堂。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最后两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同埋《约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哎呀，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哎呀，又冇电啦！但系我唔想换电脑，得翻最后两首啫，我可唔可以唔换啊？大家可唔可以包容我？我唔换噶，谂住真系最后两首啫嘛，唔特登去换电啦，好嘛？大家净系听啦，唔使睇啦，都睇咗好耐啦，睇咗个几钟，好啦。少很远。
也将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谁谁都依说故事如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聚散与聚都居于心里，红尘漂泊在一日默然回想，和谁还是一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淀精髓，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方快又或壮举，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虑，然后我但结晶将化做翡翠，兜得雨水，好，呢首就系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咁好啦，跟住之后就到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咁咧系啦，而家呢个咧就好似一个深夜电台咁样啦。即系虽然唔系真系好深夜啦，但系都系一个夜晚一个晚上。咁大家咧净系听住我把声嘅话咧，足唔足够咧？系因为啱啱已经听咗睇咗个几钟个样噶啦。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咧我系个相机冇电，咁咧就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啦，因为一得翻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唔换电啦。好，咁咧，然之后就系我今日嘅最后一首歌，王菲嘅《约定》。
想不起自己，仍未妄想若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铭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映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丈夫通堂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丈夫通堂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好啦，咁呢首咧就系今日最后嘅一首歌《王菲嘅约定》，好多谢你哋。好啦，大家叫我要唞下啦，都真系要唞下啦，因为把声咧开始好攰啦。咁咧。好多谢 Betty Wu 对我嘅赞赏啦，我会好好去养住我把声嘅，饮多啲落汗果水啦，系啦。咁咧，啱啱今日饮完晒，就要去再煲过，煲完晏啲又有得饮噶啦。大家放心，我会好好护住自己把声嘅。咁咧，等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都系九点钟，唔系八就九啊，但系咧呢排都系九嘅。咁所以就下个礼拜嘅九点再见大家啦。如果大家喜欢我嘅歌曲啦，喜欢我嘅呢个网上 busking 嘅话，如果想打赏可以随心嘅，咁就有 PayMe 转数快 Alipay 嘅曲，多谢你哋，下星期约定你哋再见你哋啦。好啦，系咁先啦，拜拜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嘅晚上啦。咁啊，最尾想同大家讲，其实如果咧大家想有点曲点歌嘅话咧，系依然都可以点嘅，大家可以睇翻重温嘅时候。然后就留 comment 俾我知，咁我就会睇到噶啦。因为咧，其实我每次都会睇翻你哋嘅 comment 噶，咁就希望你哋可以点多啲歌啦，同我 like 多啲我呢个 page 同埋 live 啦，同埋 share 我嘅 live 出去。多谢你哋今日陪住我去开呢个 live， 咁就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